网民话似样，夏威夷话80/40，好开心啊！红姑红姑，你青春嘅秘密到底系乜嘢啊？不如教下小善啦。会唔会系影相嘅角度啊，或者俾你吓亲？因为你哋好多时突然间弹出嚟喺街见到啲狗仔队咁弹出嚟，即系吓一吓咯会。咁好多时都俾人吓一吓，都影到个怪样。但系你嗰啲一啲都唔奇怪喎，仲好 cute 添。你出嚟就系即系个代价咯，我都成日俾人批评噶。但如果系下下要介意咁多人对你嘅睇法，就好辛苦咯，做人。唉，早前就仲俾网民话似佢啊，咁一定超辛苦啦。成单嘢最 happy 噶就系夏威 B B 啦，寻日就仲力撑早前靓添啊，都冇咩特别啦。女人有时化起妆会或者会好靓，系嘛？有时唔化妆会觉得潮水，但系佢都好靓啊！我都想似佢啊，咁靓。我老啦嘛，佢哋好后生嘅喎，我80岁嘅噃。如果我似佢咪好咯，我开心啊！啊，咁你就要请教佢啦。满蛋拜拜，送大班冰皮月饼啱晒。